上世紀嘅六七十年代，香港拍攝咗大量武俠片，從此就掀起武俠片嘅熱潮。之後，李小龍憑住個人嘅魅力，將香港嘅功夫片推上國際舞台。 去到八十年代，受训喺四大经班嘅徒弟陆续加入影坛，为香港动作片带嚟一股新力量。其中大师兄徐忠信都系呢个时期入行，当时仲有唔少为人熟悉嘅名。最犀利就系七小福啦，即系于建元嗰啲徒弟，成龙啊、洪金宝啊、元彪啊、元华嗰啲。一代又一代嘅龙虎武师用血同埋汗水拼搏，将香港动作电影推上另一个高峰。 我哋呢行咧，可以曾经有段时间带领将我哋嘅动作推荐到，即系系出面嗰啲都接受咗我哋香港嘅动作片嘅 action，我都都几引以为豪嘅。但系如今龙虎武师已经逐渐走上青黄不接之路，四十三岁嘅梁博恩已经系年轻嘅一群。 其实都开工不足问题都可以话一个系啊、哎，开工不足问题，你你变相就好少人入行希望啦，希望香港个动作电影会再兴旺翻。本地唔少大型拍摄工作因为疫情影响而不时需要停工。呢一日剧组复工就要拍摄一场吊威亚嘅戏，工作人员全程都要戴口罩开工。咁一阵间系点样呢？ 你你掹你捉住咗佢，阿俊哥捉住咗你，捉住咗做你，咁可能可能佢佢咁樣啦咁樣捉住咗你，咁跟住咧，你你你又係少少唔夠力嘅，係有少少唔夠力，係啦係啦唔夠力，唔好自己鬆手，係跟住你你呢隻手咧想掹呢個欄杆，掹個欄杆想扯自己上去，點样一扯唔夠力，挫擦咗落嚟，挫落嚟成個身揈揈咗去咁樣，係啦，俾佢見多啲你塊面，點知呢度甩手。 另一另块面嗰个嚟，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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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啦。系跟住就放威亚，系啦咁样啫，系啦。前輩教落，每一次做危險動作都要注意安全。呢一日梁博恩同威亞組亦都唔敢怠慢。鋪探意思，好啊,啊,啊，四張夠咯。譬如啲前輩提你，高位打落嚟，你點樣可以射到力啊？ 或者係要保他擔啲啊，譬如誒，同埋啲前輩會教，即係最主要同埋教威亞啦，威亞係係好緊要咯，係啊。咁会有個前輩會帶我哋上燈橋咧，即係因為我哋我哋後生嘅會做空軍我哋所謂嘅，咁會喺個燈橋上面 set 嗰啲滑輪啊、吊威亞咁樣。咁我哋嗰时時去學咯，咁前輩睇你綁得安唔安全啊，咁啊先俾你 set 嘅，真係。 今年四十三岁嘅梁博恩喺一九九九年入行，不经不觉已经入咗行二十三年。其实系边个指导要需要咧，要舞师要替身咧，咁我哋就会就会去帮手嘅。除咗学吊威亚之外，仲担当过其他岗位，佢去做替身啊。嗰时我古装多嘅，即系金大星嗰时古装多嘅。 梁博恩口中嘅大師兄就係入行超過四十年，而家六十九歲嘅徐忠信。即係唔係話牙刷啦？我哋龍虎武師嚟講，係我哋嗰批出嚟，先至影響到外國嗰度啊，都接受咗我哋大師兄徐忠信話，因為當時四大經班嘅徒弟出身之後，為香港動作片注入一股新力量。最犀利就係七小福啦。 即係於建面嗰啲徒弟，成龍啊、洪金寶啊、元彪啊、元華嗰啲。呢一日，梁思徒相約喺拳館見面。我我記得嗰時咧，同阿大聲拍過場戲，即係有一日開工咧，其實導演有一個導演叫阿堅啊，佢又講翻起呢件事。咁啊見到見到我啦嘛，佢話。 我记得你見到嗰時帶女花好辛苦喎、哦，見到你哋托炮上山咁啊成隊兵咁啊炮上山，咁我記得马馬鞍山嚟，嗰個斜坡好斜，都幾層樓高，成班兵啊推推,推推上個山上邊啦，咁啊拍山嚟傾，成推推下，咁我記得嗰時就揾個斗車，好似係有有有擔有泥嘅。 咁咧，唔一揭開咁成擔泥，哦，好唔落嚟，即係山泥傾瀉，山泥傾瀉啊嘛，咁啊全部冰啊誒碌晒落落落去山腳咁樣。你有冇份啊？我都有份啊。有冇有冇嗨到你啊？我咁咁啲泥冚埋嚟，實有嗨到啊嘛。哦，咁即係梗家有怨言係嘛？當年梁博恩經過三個月嘅訓練，朝九晚五就好似運動員咁。你以前係一個。 趴虎、穿腿、吳弓彈，嗱趴虎就成日用噶啦，譬如踏一踏落地啦，你都要識撳手啦，啊，點樣令到個身體嗰度力咧射咗佢啦？咁唔弓彈就係基本上一啲可以話係一個技巧嘅動作咯。譬如即係踏落地咁樣彈彈翻上嚟，點樣做咧？咁樣係，譬如朝頭早即係跑步，跟住學武術，跟住就誒晏晝飯後翻關鬥練關鬥，練練搭，練時裝咁樣咯。 由大师兄徐中信传承，梁博恩而家已经系一位武术指导，但系做替身时候嘅辛苦仍然历历在目。行八楼就天台，跳过对面天台，再跳过对面天台咁样，系冇威亚嘅个系。除咗做替身之外，梁博恩连火人都做过。我又做火人啊，又爆炸，成个人烧着火啊！第一次做都惊啊，第一次做都系听听个指令咯其实第二、第三次都开始惯嘅。 虽然接受过唔同类型嘅训练，但到真正拍摄嘅时候又系另一回事，受伤更加系家常便饭。徐忠信喺一九八九年就遇上严重意外，即系做舞狮啲我系、就是、有，仲系即系都算叫严重嘅受伤。但系睇下抽官嘅，喺嗰个茶楼嗰度转出嚟落地。 脚住住榻榻米，拉就咁扭断十字韧带。嚟到茶楼，当年受伤嘅回忆又再次涌现。差唔多咁高啦，抽筋即系咁样跳出去，转住落落落地下，下面有榻榻米，但系落到去啦，人即系仲转紧，将个十字韧带就扭断啦。 虽然事隔咗咁多年，但系疤痕嚟到而家仍然清晰可见。呢啲就系嗰受伤嘅时候嗰感觉，十字韧带断断剩一条啫，半边半月板切咗一半。徐忠信受伤之后就即刻被送到医院做手术，咁之后又再做物理治疗，净系康复期已经用咗差唔多十个月。影响我、啊。 嗰时咧，我就系你唔得啊，現在我嚟啦。咁而家就系我得把口咯，即系自己就高难度动作做唔，即系做唔到好多啊。即系就咁行啊，啲冇问题。如果跳高跳低嗰啲就系争好远噶啦。好唏嘘嘅往事咯。虽然佢遇上严重伤患，但喺城墙发生嘅一件事，令佢而家仍然非常自豪。喺个城楼呢度。 喺度打啦，我啊想要求有一个动作，即系打一刀咁啊，就打落对面嘅平房嗰度，再跌落地下，冇人敢嚟。结果我我嚟咯，你唔得啊，唔得我嚟咯。我哋呢行咧，可以曾经有段时间带领将我哋嘅动作推荐到是是，即系系出面嗰啲都接受咗我哋香港嘅动作片嘅 action。

有时大 project 都翻咗大陆啦，都系咪先？系啊，即系冇冇办法过呢啲。电影行业或者电影电视啦，开始缩窄啦。咁啊，香港就冇咗古装咁滞啦，直情都咁啊，冇咗武侠片啦。其实都开工不足问题咯，可以话系一个。系啊，开工不足问题，你你变相就好少人入行咯。协助梁博恩喺威亚做工作嘅阿 Lu，二十一岁就入行，喺呢一行工作接近三十五年。咁佢话。 呢一行如今面对好大嘅挑战。呢行嘅困难咧，首先咧就唔够公开。咁咧，譬如我哋做威亚咧，就比较要多经验嘅。咁啊，新人就唔可以怪佢哋。点解咧？一啲我哋都唔够公开，啲新人啲后生仔女，佢哋系唔够多时间浸喺片场现场去睇。下一代人有冇人接到上嚟咧？诶，其实我哋都担心嘅。我哋如果讲香港，香港下一代。 佢有冇有一个断层就好难讲啊！真系虽然环境难捱，但佢哋仍然选择坚持落去，希望将香港电影重演昔,昔日嘅光辉。譬如我啱啱入行，即、就、系、是、古装片咁样，诶、呃，八个替身打廿个舞师做兵咁样呵呵，希望希望翻晒啦，都希望系啊咁样。其其实点解会坚持咁多年咧？因为我哋呢行好有一个一个魔力嘅，我谂诶揾揾钱唔系最重要。 但但系我譬如又系再做冬作嗰一 part 嘅咧，佢哋做指导啊，做替身又好啊，做舞师又好啊，做威亚好啊，一睇 paper 自己出嚟个做嗰个成个效果出嚟出到嚟咧，自己个满足感系比起搵到譬如我出第二步做第二啲工种，可能仲搵得多钱，其实唔系嗰样嘢咯。而大师兄徐忠信就寄予各位龙虎舞师，每做一个动作咁都要小心谨慎，小心啲啊！叫做开工，因为一次意外。 動作嘅嘢好難講呀。我就係曾經試過唔小心，日做替身，我扭即係扭到只腳斷十字韌帶斷咗，但冇嘅，好耐啦。呢個就回憶啦。 路友记长期喺屋企防疫，生活上可能会少咗好多娱乐。 由社区中心就透过视像通话嘅方式举办咗一啲互动游戏，俾大家一齐玩一下、倾下偈。大家系啦，以下落嚟咧会俾一啲图片大家睇嘅、哦，大家有少少时间咧去记住入边嘅嘢嘅。咁每一幅图咧个指引唔同嘅、哦，咁啊记住啦。好，阿丁你都要记住啦。知道。我想大家咧一人讲一个头先见到嘅画面、哦，大家咧记得可以开声讲下。 你哋头先见过啲咩？马啊，向日葵系咁呢个计划咧，最主要都系俾一啲嘅诶社区上面嘅隐蔽长者啦，啊或者系住喺屋企嘅一啲长者，甚至乎系一啲日间中心长者同埋院舍嘅长者咧去参加嘅一个计划嚟嘅，都希望透过呢个活动啦，就可以系俾佢哋更加认识啊数码科技到底系一啲咩一回事咧。 與此同時咧，都希望佢哋會誒增加自己嘅信心啦。除咗接觸長者之外咧，我哋都會訓練一啲嘅長者成為義工啦，讓佢哋咧都可以咧去自己學完之後咧去教翻其他嘅長者嘅，讓佢哋啦同埋甚或乎義工喺生活上面咧都可以增添唔同嘅樂趣嘅。其中一個義工叫阿釘，佢話以前唔識用電話、電腦，又會擔心好多滯要撳，會整壞電腦、手機，唔知點算好。 咁之後佢就嚟到社區中心學識咗用唔同嘅數碼科技產品之後，日常生活都多咗好多樂趣。我參加咗呢個整治派嘅義工，咁樣就做咗一個誒，呢、呃、兩年見到嗰啲身邊有好多朋友因為呢個疫情關係咧，即係影響到佢日常嘅生活啦。所以當呢個計劃誒，即係學咗。 我應用我學咗應用程式之後咧，就開始教其他嘅老友記善用手機，同埋做佢哋互動嘅遊戲，咁樣令到佢哋同其他人可以互動啦。除咗玩遊戲之外，老友記都要記得要做下訓練啦。咁多位老友記，大家好啊！今日咧教大家去做下運動喺家居咧進行呢個放跌。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揾個舒服嘅位企下先，係啦。 我哋咧会由热身开始，将个头仔慢慢向上望，系啦，望上自己天花板嘅位置。然之后咧，停一停，慢慢执低。疫情期间，老友记都少咗出街，电上可能令做运动嘅机会都少咗。咁长期唔做运动，会令肌肉嘅力量减弱，特别系长者，可能会加速肌肉流失嘅风险。 長者咧，其實一開始即係減少活動嘅時候咧，因為誒咁樣咧，令令到佢哋啲關節好容易會變得繃緊或者僵硬，甚至咧即係嚴重啲嘅時候，佢哋會肌肉啦，肌即係都會有機會出現流失嘅情況。咁呢啲咧其實誒久，即係從而咧即之後，其實佢就會令到佢哋誒，不論係肌肉力量啊，或者係誒關節活動嘅幅度啊、心肺功能啊，呢啲咧其實都有一啲誒，即係比較負面嘅影響。咁喺誒日常生活之下，佢哋久而久之咁就會令到佢哋嗰個跌倒嘅風險其實就會相應去提升。 黄明慧就话：，长者跌倒嘅情况可大可小，佢哋可能会因为跌倒造成一啲比较严重嘅伤害，例如系骨折、头部创伤等等。不过原来要减少跌倒嘅风险，除咗要锻炼下肢肌肉之外，上肢嘅肌肉都唔可以忽略噶。 其實如果我哋真係講緊即係防跌訓練嘅話咧，咁確實我哋都會比較集中係誒即係下肢嘅誒肌力啦，又或者係一啲站立平衡嘅訓練為主嘅。咁但係其實又唔係代表上肢嘅訓練又唔重要噶喎。咁誒舉個例咧，即係譬如特別係如果一啲長者佢個誒上肢可能佢誒喐得唔好嘅，佢嘅關節幅度唔夠或者係唔夠力嘅，佢哋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其實好容易咧會誒用一啲嘅代償動作，我哋叫做係啦，又或者一啲誒即係唔好嘅姿勢咧嚟到去進行佢哋嘅日常生活。咁呢啲呢啲其實都係一啲。 会影响咗佢诶，即系跌到嗰个风险大大咁样去增加嘅因素咯。佢而家就首先教大家做一做上肢嘅肌肉训练。好啦，我哋今次咧试下用我哋嘅左手叉住条腰，用只右手递上天花板。好啊，上翻嚟，要转喎、啊，右手叉腰，左手举翻起，去啦，侧去咧叉腰嗰边，一、二、三、四、五，上翻嚟。 嗯，上翻嚟，右手叉腰，左手升起。做完上半身运动，系时候做下下半身啦。系啦，如果咧揾到一啲台或者咧揾啲实净啲嘅台，诶、呃，即系实净啲嘅台或者一啲柜咧可以扶到嘅话咧，我哋咧将佢诶即系扶一扶。我哋今日咧，王姑娘会教大家几个动作，系啦。咁第一个动作系咩咧？就系、是、咧单脚诶站立提膝啊。系、呃、啦，站立提膝系点样做咧？我哋咧扶住。 系啦，将个人呢企到去膊头位咁阔，然之后呢，将只膝头哥向上提高，提嘅时候要留意睇下会唔会撞到前面、哦。系啦，唔好撞到前面诶、呃，即系顶顶身个膝头哥、哦。提到去大概平膝对落嘅位置，我哋然之后企直数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踩翻落地。 做完左脚之后，大家就可以按照啱啱嘅动作做埋右脚。做完呢个动作，大家就可以开始准备做下一个动作啦。将个人轻轻坐落去，好似扎马咁样样，唔使扎得多嘅。你见到王姑娘都系大概屈少少，我哋一般讲紧二三十度嘅位置系啦。试下我哋停喺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9, 10, 然之后慢慢升起，系啦，冇错啊！我见到有啲好犀利喎。嗱，如果觉得咧自己稳定性系够咧，确实系可以挑战下自己，就双手唔扶都得嘅。不过最紧要安全为主，诶，好冇？系啦，如果觉得唔够稳阵嘅，都稳嘢扶翻住。佢之后再示范埋最后一组动作，佢提醒陆友记，做完呢几个动作之后，记得要轻轻力做一做拉筋，放松翻啲肌肉。 要企到大概盘骨位咁阔嘅，系啦，即、就、系、是、两只脚开少少嘅，开少少，盘骨位咁阔，一样轻轻放住诶、呃、前面诶、呃、张台或者咧个柜，系啦，咁、嗯、然之后咧，将个人好似夹脚踭跳芭蕾舞咁样啊，系啦，将两个脚踭向上夹高，身垂直嘅，系啦，我哋今次呢个停三下先，一、二、三，慢慢放翻落，二、二、三，慢慢放翻落嚟。 系啦，慢慢踩翻落地，相当好、哦。政府话，而家七十岁或以上仍然未接种疫苗嘅老友记，大约有十五万人。 呢一批老友记因为病患或者系残疾而行动不便，仲未打第一针。政府喺四月十九号开始推出为期八个星期嘅疫苗到户接种服务计划，只要做好登记，就会有医护人员上门为老友记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二十八日之后就再上门打第二针。